然后老师就在说，这能吃吗？你们这样是不是在浪费食物？然后我们就跟老师赌气，能啊，能吃啊！我们就硬去把那个肉，然后去煮那个火锅这样沾，就那个火锅里面有冰淇淋啊、巧克力啊那种，里面布丁啊，真的很恶。老师就说我们在浪费食物，但是我们还是硬去把那吃的，就是沾肉去吃，然后再这样吃完一半。我们吃完了，没浪费啊！现在谁在浪费食物？啊，你在否定那食物的存在吗，老师？然后就隔天，我们全部人都拉肚子，吐的吐，拉肚子的拉肚子，好爽。但是那一天是我们学生党光荣的一天，我们战胜了理论，我们没有浪费食物，我们把它吃完了，好玩欸。